家人们，我惊呆了，一大早发现仓鼠笼子里都是血，整个炮轮上全都是，我以为我的仓鼠遭遇了不测，已经凉了。然后你看这个手指弄破的，它就弄破了这么一点点，那炮轮上流出这么多血啊，你吓不吓人啊？就这个手指破了，你在干嘛呀？那个炮轮啊，你真的很恐怖，知不知道啊？我还以为你怎么来，就这个啊，你真的太恐怖啦！第一次仓鼠这个样子啊，体重倒还好，也没变，精神也还可以。这个一个手指，以后不能这样啦，吓死！咱就是说，仓鼠也太笨了。